级汽车。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！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勤车哔哩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砰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个子小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！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！那当然。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
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哼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哈哈哈！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哈哈哈哈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白老虎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黄车，你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，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，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，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是巴士、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，出租车，所有道路的记得。我是小美，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，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最强磁铁车，哈哈哈哈！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汽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哦，喂，你跑不动了。什么？
师傅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啊！不好，他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玛丽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，摇摇摆摆转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，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大大的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勾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。一起来跳舞吧。工程车技能大赛。哦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哦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酷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哼，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
啊，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酷宝。大力士吊车阿力。屈才搅拌车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科马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呵呵。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。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。合作最无敌。什么合作最无敌？嗯，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。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嗯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。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
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快来帮忙了。好奇怪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借我们出去。雷克警长，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雷克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，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拉住你，成功了。哼，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是我是我是我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哎，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哇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，慢慢通行。
跑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，旋风。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！小偷，小偷，别逃！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轰隆，加速追呀！冲啊冲啊，超过你啦！我赢了！旋风，这不是比赛。我应该抓住他。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，做得好！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！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。别客气。哦，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啊，是我！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穿越迷雾。出声！嘿，我抓到了！哇！哦，变天了！同学们，快来集合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你们看，好大的雾呀，路都看不清了。老师，我们怎么办？同学们，快过来，千万别走散了。杨老师，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森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雾，我们迷路了。大家别急，请留在原地等待救援。开心虎，追踪电话信号，确认他们的位置。嗯。找到了，哥哥，这次的任务要派谁去呢？既要熟悉路线，又要保证乘客们的安全，最适合的超级汽车就是公交车、巴士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雾干扰了视线，我要小心一点。杨老师，这里什么都看不清，我害怕。别怕，你们快看。快上车，我带你们回家。耶！大家坐好，我们出发了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朝着正确的方向，继续向前走。喇叭滴嘟滴滴嘟，车灯闪呀闪，穿过迷雾，找到回家的路。
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轰隆隆。别害怕，灯光把黑暗照亮，我会陪在你身旁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鲁大可，轰隆轰隆隆，别担心，车轮充满力量，带你向前方飞呀。哦，勇敢向前走吧，什么都别怕，不怕不怕，出发出发。车辆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沿着小河的方向，哦，继续向前走，小桥晃呀晃悠悠，出现大洞洞，危险危险，退后快退后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想办法想办法，不要急不要担心，我们一起修好它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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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朋友们在一起，什么困难都不怕，哦，勇敢向前走吧，我们要回家，终点终点马上到达。请乘客们下车，欢迎下次乘坐。谢谢你，巴斯。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，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前方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。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
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？我也好害怕。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急急。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来了，把这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！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！谢谢你们救了我，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哼，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！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！呼叫指挥中心！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！你们看！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大力神轿车，玛丽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风吹，大风吹，狂风呜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摔呀摔，别怕，我会抓住你。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。救命！来了，大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。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
竟然失败了，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